直接来俄罗上帝，这是何等大的福气！咱可是该当心来祈祷。你用不变的听，继续来去应允。虽然外在环境有济济的变化，总是万载，你已经将平安赏赐予阮，帮助阮，予阮谦卑伫你面前，你的信心充满伫阮，帮助阮，予讲听的拢平平得到利益。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启示录，咱无真济的传教者，也是咱伫礼拜时阵会听见讲到启示录，我嘛喊你讲到，就是咱顶礼拜有讲到启示录第21章，今日咱要阁讲启示录，不过顶礼拜我无用时间甲咱来小可解说讲启示录是啥物款的一本册。不如咱来了解，咱来想想，如果咱即马来活伫中国的时阵，是不是给风拆落来？啊，或者是讲礼拜堂风拆落来，啊，基督徒风也奇怪，其他的宗教嘛是同款，是都迫害。然后圣经内面还佫藏着这摩尼主席的话，那安尼你？要安怎？你要拿德哥到菜刀跟他拼，或者是你就说啊，我就是国民，所以我就要顺从。其实启示录因你写的时阵，遐人伫受到罗马帝国的统治甲压迫，一日乎遐基督徒因阻挡袂掉的，就是讲。清楚，你讲中国讲，你讲就讲，咱有今仔有食的，都爱感谢什么主席有无？咱爸爸妈妈都无爱，但是咱在感谢什么主席？赶快的先讲，今仔咱有伫罗马帝国内面，这么用有侪项享受的生活，爱感谢凯撒皇帝。啊，感谢不是来感谢呢，都爱去礼拜。啊，有的基督徒都无爱。然后开始就拄着迫害，在迄款的情形下面，免了写启示录。启示录的作者约翰，伊用一挂上顶的话，啊一挂迄个，唔是直接的话，底下来讲起到着罗马的帝国，亲像伊讲起到着巴比伦。巴比伦伫之前差不多六世纪就已经灭亡啊！啊，即马佮你讲巴比伦佮会灭亡？啊，你讲啥？啊，咱中文有一句话叫做“指着秃驴骂和尚”，当地咧讲别人，但是你是咧讲这，就是安尼。所以，其实咱读《启示录》的时阵，实际上《启示录》唔是一本底下的预测，而是预言将来有甚物款的代志，特别将来有甚物款的迄个末日当时要到，啊，情形是安那。其实《启示录》上重要的是底下要讲起到一本安慰的册。在苦难中间，在迫害中间，你变哪徛在？迫害中间，伫爱即个迄政治的势力要求你，都爱降服伫即个世上的君王，而且关系下面的时阵，你袂无？当你个别讲，我只有要降服伫信靠上帝，啊，即马讲都爱个来信靠皇帝，啊，都爱降服伫皇帝的下面的时阵，你要安怎？所以启示录其实是一个鼓励一切，鼓励讲，如果咱来倾倒这个信仰的时阵，上帝会大大来祝福。不过，咱今仔日所读的，甲顶礼拜所读的两段圣经节，足趣味的，拢在讲到将来。但是，迄唔是我特别用将来期待，唔是将来的预言咯。我不用迄个 prophecy，prophet， 还是我是用 expectation， 用期待。我只句话是讲，讲到讲有一个新的耶路撒冷要临到，迄个新的耶路撒冷是对上帝来，
然后就天顶落来。所以我特别伫只顶摆，特别伫只咱伫分享中间有讲起到讲天堂的对。迄个新的耶路撒冷，如果咱来将迄个新的耶路撒冷当作是天堂的时阵，天堂伫咱的中间。迄个天堂，迄个新的耶路撒冷中互相中间上重要的，唔是伫啥物所在，上重要的是人甲人中间的关系。如果咱来彼此三听的时阵，思想咱就是活伫新的耶路撒冷中间，因为上帝就伫咱中间。不，咱若去读启示录的时阵，我唔知咱有偌济人去读启示录，还是读了的时阵，咱的理解如何？不过，我请咱登记的时阵去变，特别咱对迄个建筑有兴趣的人去读启示录21章，也有讲吼，迄个城城做啥款？啊，这个城做趣味，伊讲长宽。甲管会记得哦，长宽甲管拢总每一个是2400公里。哇、wow ！咱一般爱讲一个城是 2D， 无咧讲 3D， 即嘛是长宽个管是每一个拢是2400公里啊，即变作是足奇怪的一个城吼。然后伊有12个城门，啊，伊个每一个城门是一粒珍珠做的。我、哦、迄、那个珍珠一定足大粒的珍珠吼，迄、哦、世界迄、那个迄、那个无一个珍珠做的。啊，伊个迄个城墙是用足济只的迄款的宝石，用12种的宝石，一个去贴起来。啊，佫较趣味是讲，哎，内面吼。内面是迄个路是用黄金去铺的，啊，所以光影呀，哇哦，这是什么款的新的耶路撒冷？他就牧师同咱讲讲，诶，今日启示录上重要是讲的关系，唔是讲的什么所在，嘛唔是你讲到迄个所在神的啥款，总是启示录21章迄个作者却讲起到讲，迄个城神就安尼。那安尼，我想咱会当去想，到底这个作者要用这话要咱讲啥？伊咧讲遐一个宝石，伫第一世纪来讲，遐大概就是全世界上介好、上介贵重的物件。用这个上介、世界上介好的物件，伫第一世纪因会当理解黄金、宝石，再一个物件，啊，也起的一座城，唔知当多人无 ？I don't know。唔敢会惊人来偷摕，还是人来抢去？不管如何，伊是去用这个形容，要邀请咱去想象讲，记得所有天条的信仰的人，上帝要予咱一个真宝贵的报偿，就是通邀请咱来进入的上帝的城内面，底下咱通底下来享受上帝要予咱的祝福。不，牧师无要阁继续底下咧讲这个城城了啥款，啊，这个城到底是安那？总是当我咧准备这道理的中间的时阵，我其实好三个字去注意到，叫做生命树 ，the tree of life。生命树城了啥款，咱无人知影。不过，咱唔在有注意到无？第圣经的一开始，特别伫第三章的所在，上帝伫迄个爱的乐园内面，有一张分别善恶的果子，哇！迄张树啊有无？啊边啊，各有安那，各有迄个生命树。圣经一开始讲起，伫上帝创造的时阵讲到生命树，然后到伫上尾啊，启示录的最后一章，嘛用生命树来。结束。当我读到这的时阵，我开始在想，为什么？你来麦去想这个问题不？为什么？不，我先，咱先等下的
第创世纪第三章发生什么代志？亚当跟夏娃做什么代志？因本来住伫埃甸乐园足好个哦，但是上帝人讲讲，迄丛树个果子袂使食。不管咱今仔感觉合理无合理，不过当上帝讲袂使食个时，因叫蛇的因又讲敢安尼？敢安尼时阵，因拢讲好，但试看嘛咧。这个对圣经的作者来讲，就是当上帝讲安尼，啊，你无要安尼做的时阵，安尼是无顺探、无遵守上帝的命令。结果如何？因两个被上帝赶出去，赶出去爱莲乐园。你说上帝，圣经里描写过上帝，佮找迄个基路兵吼，啊，伫迄个路口安尼炸掉咧，迄保护。这是一个足趣味的一款的描写。我即句话是讲，当亚当佮夏娃因犯罪了后，因唔那佮上帝关系破坏，因看会到生命树，但是摸袂到。吃不到，不过上帝敢无爱予人去吃生命树？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。上帝敢无爱予咱得到去吃到迄个可能足好食，还是可能什么款的滋味的生命树嘛？有咱唔通袂记哩，圣经予咱一个真。最好的提醒就是讲，当人甲上帝的关系来破坏起的时阵，人其实无性命，无真正的性命，是你一个在喘气，你一个当做你想要做的代志，但是你到底你活的人活的的意义伫底？人活的是为着啥物时阵，才会拢有可能是规日空空。所以圣经带咱提醒讲，唔通别记哩。保罗带咱讲讲，咱拢犯了罪，亏欠上帝的荣耀。伊有说嘛，咱讲讲，咱因为有咱犯罪，所以咱甲上帝的关系底下隔离。伫旧约甲新约，拢带咱讲去到讲，人因为罪，唔是单只有亚当甲夏娃，连咱嘛同款。那因为安尼，所以咱就无有迄个机会去担着生命树的迄个果子，到底会生到啥款？好，启示录二十二章，克兰讲起到讲，圣经的最后一本启示录的最后一章，甲咱讲起到讲，迄个生命树，然后有一条河对上帝宝座流出来，然后伫河的两边拢有足侪生命树。河的两边有生命树，上少有两丛。圣经无写讲有几丛，但是上少有两丛。但是真趣味的描写讲，迄两只的生命树会结果子，而且树啊，佫会当做药啊，做药来医治人。我即过去这个约翰内面，伊看到生命树的时阵，伊甲创世纪咧讲到的生命树，虽然是类似，但是完全无共款。的角度来的思考，讲到的，咱看在启示录第二章的第七节里面，从圣神在所有教会的人讲的话，讲有灵通通听的都爱听，讲迄个得胜的人，上帝要赏赐伊权力，加迄个生命树的果子。这个当下的，我一开始咧讲，启示录是伫这款受到迫害的情形所写的。啊，然后迄个作者伫鼓励讲，咱都要坚持信用，等坚持信用到尾啊时阵，圣神底下在咱讲去教讲，咱拢通去食到迄个生命树的果子。唔那是安尼，如果咱若阁透落去的时阵，你会发觉讲，这个约翰一看到的异象，予咱一个足水足水的一个，一个提醒。上帝要伫咱大家人的头壳遐写起上帝的名，迄个意思是啥？讲咱大家人拢属于上帝，
不是属于罗马皇帝，不是属于任何的政治的这政权，也是独裁的政权，咱拢是属于上帝。因为安尼，咱通进入上帝的城内面底下，享受上帝为着咱陪伴的这的规矩，陪伴的一切的祝福。咱捌想到无？咱读圣经的时阵就开始，第一个花园开始，一对阿爸开始，然后因底下无要听上帝的话，然后就离开上帝。然后是整个的这历史，人类历史的演变、演变、演变，到底最后的开始落的时阵，变成有一个上帝的城市，底下有足侪人，这些人因底下拢是倾倒的，在倾倒的信仰，然后得到上帝祝福。在迄个花园内面的时阵，上帝讲 no， 但是人却无安尼去行，来离开上帝。人的命运底下来得到一款的处罚的命运，但是到底开始落个时阵，一个城市，迄个城市内面是遐所有坚持信仰的人底下来牵条地主的人，因底下能得到上帝祝福。当我想到安尼时阵，我嘛想到伫约翰福音书第三章十五节到十六节，约翰同咱讲起一行书。讲上帝听世间人，上帝听世间人，甚至为着所有的人来牺牲性命。所以这个生命就会告诉对创世纪第一章、第二章、第三章，一直到第七十六，到最后二十二章内面要讲起啥？当咱来详细去读的时阵，这个在上帝的城内面是要给所有牵条信仰的人、坚持信仰的人，拢通得到享受的时阵，那安尼，这是上帝的听，甲上帝应允的告诉。我今早起伫你基督会的时阵，我用以色列的十八章的三十节到三十二节。咱等于咱家己来掀起来看，以色列十八章，底下讲起上帝的心意。上帝讲，咱若悔改认罪，咱若不过底下做邪恶的事的时阵，咱若有新的心、新的灵的时阵，上帝的意思是无被毁坏，无被害人拄着死亡，是被害人得到活命。这是何等水，就是讲到生命就上帝。要给咱的听，要给咱的应允。不过，我阁想到一项，除了这个，咱是到这个生命树，那是上帝的听以外，上帝的应允以外，我嘛想到一个，圣经无安尼写。不过，咱来想，如果咱那是一张生命树嘞，还是咱那是每一个人拢是一张生命树，我在咱中间有足侪人有种菜。我最近搁咧看我的菜园的时阵，我家己开始底下来摇头，因为十年前的时阵，我的后面的百亚的树啊，无遐大丛，啊，所以我种的几个好的所在，哦，日头足炎，啊，拢照会着，啊，所以底下我都我的种菜老师拢同我讲，讲好，这所在好，啊，即马看看讲这个所在无好。啊，其实唔是迄个所在不好，是因为树啊大丛根线砸掉咧。咱在咱所有的植物，还是所有的只的菜，你需要三种的真重要的这个元素：一个是根，一个是水，一个是营养，还是讲土。第启示录内面，咱讲起到一个足趣味的，讲迄个城内面。唔免日头，唔免月亮的光，那上帝阳光，上帝阳光就是变作是足水足水的光，啊嘛无乌暗，迄是足特别的描写。不，底下讲起上帝光，然后第二项讲起到啥？讲伫上帝宝座有一个生命的水底下流出来，哦，讲到水，这嘛是真重要的。第三就是咱今仔有缘有读到，
当耶稣伫预备甲学生伫遐小别的时阵，就是伫约翰福音书十四章甲十七章内面讲，像耶稣讲的小别的话中间，其中一个十四章讲起到讲，恁若听我的人，恁就爱遵守我的话，遵守我的话就是遵守上帝的话。我这句话就是讲，有可能无这个、这个、这个，咱那阵是。想想咱嘛是每一人拢是生命的树，咱有上帝光照咱，咱嘛有上帝的迄个生命伫咱内面，耶稣基督生命内面，互咱有清出迄个水泉。咱嘛常常咧读上帝话的时阵，那安尼，咱这张树啊，就那亲像诗篇第一篇的讲，迄个栽伫溪水边的树啊，也照时结果子。因为伊有光线，伊有光线，伊有水，伊嘛有营养。那安尼，我要问咱一个问题：咱基督徒，咱那是迄张，咱那是迄个生命树的算是安那？当咱再去，甚至前几工嘛是同款，拢听到有同乡咧讲，你到讲。基督徒也无啥物，你邀请来教会时，啊，有人讲，恁基督徒嘛无安怎，也无较好啊。听这话时，恁心足酸足艰苦。现在即卖用这个第二点，这个功课，甲咱大家来想讲，假使咱那是迄个性命树。有可能咱的果子会通甲人分享，互别人去得到福气无？有可能咱的叶啊会通嘛当接济别人的帮衬无？有可能咱的存在会当互人得到利益无？这是基督徒真重要、真重要的，就是咱的存在是会当互人得到福气。那安尼，咱需要光，咱需要水，咱需要营养，咱需要上帝光来光照咱，咱嘛需要。那上帝迄个生命的水泉伫咱的内面，咱嘛需要常常来读上帝话。最后，我要用一个伫二十世纪一个真出名的一个一个牧师，透着牧师，伊写袂少的册，其中有一个，予我安尼印象足深的，就讲。咱常常拢去努力讲，要带搁较侪人入来，将咱的教会坐满。当有人来咱的教会来访问的时候，我讲啊，咱的教会当坐偌侪人啊？啊，恁即摆有偌侪人？人家佫有足侪位通啊坐咧。所以，咱就咱的宣教的目标，咱宣教的注意力，拢放伫讲，咱要请搁较侪人来坐伫咱的教会。总是咱敢不敢另外一个对面来想？咱的宣告上重要的，是要甲人分享的好。咱的周围人，因的生命内面有充满着上帝，唔是这个标点，唔是这建筑物内面坐足侪人诶，安尼而已。乃是好足侪人，因的生命内面拢充满着上帝跟上帝生命。愿上帝祝福咱，嘛保守咱，予咱想。咱通讲做啥物？当心来祈祷。